应该围了很多美女，对，一箱一箱的。他又拿杯子酒，这家够努力啊！我就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嗨，谢谢你收看《好总监瞎谈》，我是 David， 哎，我是博章。博章，你今天我们要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哥，你知道我们今天要喝什么酒吗？威士忌。是的。不过主题是什么呢？好总监瞎谈。我们今天要回到过年的时候，大家应该都喝得好，大鱼大肉。OK。那我觉得吃完大鱼大肉，接下来要吃点什么？要吃土了。吃土了，对。要喝威士忌不能喝土风味嘛？风味。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再一次的回来做我们的经典的五百元系列，好久没有做这个系列，太酷了。上个两个礼拜前跟奥斯拍两周年的影片，是大家回，我觉得那时候其实感觉很特别，是。那所以我们今天再回来再来介绍五百元以内的威士忌，太酷了。那你知道我今天我刚才不是要跟你说分享一个故事，我今天真的吓了一跳，就是有时候说真的，我们这段时间拍好总监瞎谈，那其实越来越有机会，因为很多的啊，比如说我们去参加品酒会或者酒商，寄酒给我们拍片，其实。这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我们也越喝，那自己可能也因为这个空，我们买酒的这个金额就越来越高。哦，所以现在我其实我记得我一刚开始买酒的时候，我觉得1000多块，我觉得哦，其实差不多了。2000块觉得好贵。是。哦，那现在希望我太太没有看到这一集。现在有时候你就会4000块的酒，觉得哎，我觉得 OK 就这么，就是那个这整个的那个费。不过我觉得这个系列就是其实去让我们去检讨说到底我们在喝的是什么。所以等一下我们在喝的时候，当然我们的一部分的目的也是帮同好们来做这个那个叫什么，就是探索，还有就是那个避雷啦。是，我看哪一支是不是真的是雷，就大家不用买。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也是来问说到底它的风味有没有真的是只是贵它10倍的威士忌的1/10。嗯哼，因为我今天其实它装的比较少嘛。哈哈哈那所以哥呢，我们今天尤其就是说我这个时候好希望阿 Sir 在啊，那可能就知道怎么接。那这4支威士忌其实就是说有这2支啊，都是去一个啊，我说我吓一跳，我们去一个就是啊，同好们一定都知道台湾要是要去买这500元一个内的威士忌，去哪一个通路买是最好的，南汉堡通路。你可以去买看，有买的话麻烦跟我留言跟我说一下。Okay. 那所以就说，要是你不知道这个是哪一个通路，麻烦你到脸书私信我再跟你说。好，那我今天去买这2瓶，那其实那时候买完结账的时候不到600块，我就觉得哇，2瓶威士忌耶，说真的不到600块。然后呢，他又拿这一瓶给我，说哇，我说买大送小，我说也太好了吧，这才不到600块，还库存呢。那他说，因为现在他们有活动。他们有一个威士忌的一个酒，就是他们有一个活动啊，这样，所以现在去呢有打9折，另外还送一瓶这个，我就觉得说哇，我要好好来喝一下，因为就是我真的吓了一跳，我就觉得哇，买酒其实现在不太能够想2瓶酒，还是他是不到600，没有啦，这个目录在那边啦。OK， 谢谢你就是这样拍拍我的肩膀，然后再送一瓶这个，我就觉得。太棒了，真的是太棒了。所以到底价格这件事情，等一下你在喝的时候，我觉得要再请你去，因为你是很风味在思考事情的。我觉得我们来解释这件事情。那他来问说，是不是像你喝太多好的酒，那都喝哦，21年怎么呢？喝这个你会觉得说，哎，我喝不下去了。哦，到底是，所以我觉得我们再来那个。那在开始之前，我很快的讲一下，中间这2支呢是爱尔兰威士忌，有其中一呢这一支是单一麦，好，那这一支呢是调和。哦，那这2支都是那个爱尔兰，现在也是蛮崛起一个新的一个酒厂哦。这几年表现的 Westport， 他们的酒厂为了一个啊，这是一个就是爱尔兰的一个朋克乐团叫 The Pogues，我没有听过他们的音乐，不过这个是他们的算是他们的品牌酒了。那是由这个酒厂跟他们合作为他们做的。这2支其实都是，哦，那这2支也要很谢谢就是我们的这个许老板。这是许老板赞助给我们卖店，太棒了，谢谢干爹，谢谢老板，做我们干爹，许老板。那不好意思，因为这一阵子拍好多酒，所以一直还没有机会拍，所以我们今天拍的这些酒其实都是世界威士忌，这2支是爱尔兰，这一支是美国波本， okay. 这一支是加拿大威士忌。那这2支呢，就是我刚才说那个通路买的，那它都是那个法国，我们常有时候会讲到在节目上叫 Le Martinique，一个法国的一个很大的酒商，作为一种比较低价的酒厂，不过他们也是有一个单一麦的酒厂 ，Glenmorey。也是他们的酒厂，我们之前跟那个格兰莫瑞，对，虽然那个格兰莫瑞就是最近有酒商，还有同行们传给我们说，用我们说的话去卖他们的酒，觉得真的是第五孙哦，是第五孙哦。那这也是他们的酒了。那我其实对这一支特别期待，因为这一支是5年的加拿大调和威士忌。OK， 那老实说，我在这段时间，我其实越来越觉得我很喜欢加拿大威士忌啊，
因为我知道过年的时候，我那时候喝一支就是 Oliver 大哥从加拿大带回来给我试喝的一个加拿大的那个冰上曲棍球的一个 Wayne Gretzky 他的调和威士忌，他的加拿大调和威士忌，然后还过红酒桶到自己的酒庄，我觉得那支酒好好喝。但是加拿大威士忌说真的，就是其实我说真的，要是你喜欢日本威士忌，你喜欢顺，你喜欢香，你喜欢就是其实台湾人喜欢那个点，当然没有雪莉的那个香味，它是比较是波本花香的。嗯、我说真的，加拿大威士忌真的是非常好，所以我很期待它到底就是说是不是。刚刚听到加拿大威士忌，其实我有你也兴奋吗？你喜欢加拿大威士忌吗？其实我对就是尝试过他们这几款酒，我觉得都还非常友善。对，那所以这一瓶也是。那虽然我说真的，它这个价格其实因为加拿大威士忌都很便宜，就是说。加拿大俱乐部其实跟它也差不多，不过加拿大威士忌可能没有五年，因为它这次还要写五年。那当然有时候你不能一直喝加拿大威士忌，所以我也蛮好奇它跟加拿大威士忌比起来到底是如何这样。那等一下我们在幕后影片也再拿它来跟加拿大威士忌做比较，好不好？哥，那我们就开始上请车哥，就是因为我有去找试着这两个酒厂，找不到它是哪一个酒厂做的，所以要是麻烦有同好们知道，麻烦留言再跟其他同好分享。我觉得我最近为什么讲话越来越快啊？上一次跟阿哲拍片就觉得哇，他一直。一直讲，要不然他就一直讲一直讲，我说没有机会插话，所以今天好像有一点讲话太快了。OK， 好，那老司机麻烦了，我们上车。太棒了。好，这一支闻起来，这是其实我们今天因为这是世界的嘛，美国、爱尔兰、加拿大，这一支是哪里的威士忌？马上考一下科。这很经典，这很明显啊。然后我就说，然后发现我说错了。这一支是那个。这应该是那种波本桶的啊，哥，这一支，这一支不只是波本桶，这一支就是美国波本。我觉得这一支是 Ranger。哎，闻起来就是很，很经典的那个味道。第二支这瓶也是有尬意的味道，有尬意哈。OK。第三支汤啊。OK。的味的。第三杯的喝哈。OK， 第四支嘞。好，有待观察。OK， 留校查看。OK， 那我们来喝喝看，闻起来你闻到什么味道？除了波本，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有力道的这种酒精体的那种，好像那个气味是很浓重的。对，我觉得它的酒精感应该算是相对年轻，它那个对那个力度是蛮呛的。我觉得应该是就是说，因为美国波本你要两年才是波本嘛。OK， 那时候我觉得它应该是三四年，因为它还有另外一款是五年，所以我想它应该是五年，因为它没有写五年。还是它那一款是六年啊，在这个通路卖的。OK， 反正我们先喝吧。其实闻起来有那个波本的味道，对。不过老实说，闻起来不烈，那个酒精味没有它很重。一开始有一个那种梅子，就很像那个梅格。一开始前段在闻的那个气味。OK， 对，我觉得你应该闻了很多梅格最近。对，那个一箱一箱在闻。那不是一罐一杯一杯在闻的，是一箱一箱在闻。你在倒的时候会不会就倒进去做冰淇淋？会不会就忘记就突然怎么是又这么大了？我来把它喝掉好了，要不然太可惜了这样子。它不会甜的。不过它也蛮顺的耶，我说真的。它有一个很清爽那种，就像那种柠檬味的这种气泡水，对的那种感觉，就淡雅的。对，也不会说让你觉得很呛。对，对，就我觉得是蛮清爽的，也算顺口啦，就也甜感不会很重，苦感我觉得也是淡淡的而已。对，而且它也是 straight bourbon， 也就是说它是用，它也是有符合法规，就是说那也是用新的波本桶。我不觉得以波本来讲，我觉得它很温柔然后蛮优雅的，那也不会有那种撞一拳的感觉。对，其实如果这一款，那有那个波本的味道，其实风味来说，其实它也算舒服，算是有层次吗？有一些层次，有层次啦，有层次。对，只是说它算是顺口的，也不会说在口腔里面不舒服。对，就只是你要是喜欢那个波本撞你一拳的话，其实你会觉得它太淡。不过，要是你比较喜欢温柔一点的波本，像你，我觉得你就会喜欢它。我觉得它本身它前段的这个梅子那个花香的气味，对，那中段它喝进去，它在飘出来的那个花香，微微的甜感跟后面我说的那个柠檬的那种气泡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它是舒服优雅的，对的波本，对。我也觉得它好喝说真的，它好喝，可以。对啊，算是。我觉得它这一支200多块。对啊，我觉得
非常 OK 的啦，就是真的不该抱怨啦、啊、我说真的不该抱怨哈、啊，就是还是我们当牙嘛，恭喜恭喜那谁啊！哎、欸，我说真的，我觉得我们改天应该拿它来跟就是其他波本，就不要拿那种十几年的波本，不过拿它来跟一些经典的波本来做盲饮，我觉得应该是 PK 一下。警察队的呢？对啊，警察队的呢 ，Ranger 是警察队，肯德基或者警察队的这个波本。好，第二支，这一支就是那种足够的那种果香甜，果香甜感，我觉得很甜，对。就很温柔的那种甜感，对，對这是蛮好闻的，而且闻起来很舒服，很细致的，很细致的，对啊，因为就不会像前一支它的那种力酒精力道就比较强，这一支就是相对的温柔很多，嗯，深闻，闻起来很甜诶，对啊，深闻那种甜感绵绵柔柔的这样子，对，对啊，是自己有尬盐味，好，我们来喝喝看，看冰块他们是有尬盐味，我觉得它带有一点微微的那种。咖啡的焦香，跟着那个水果的气味，对的甜感，我觉得是舒服的，舒服的，温柔有层次，甜、嗯，而且我喜欢它的这个尾韵，我喜欢那种甘甜甘甜的味道。那后段我觉得会有一点点的那种微刺激的那种，好像一点点的辛辣感，但是很微很少，轻轻的，轻轻的，对，很少，但是舒服的，对，嗯，确实好喝哎，确实好喝、嗯，它有一个。蛮舒服的这种香气，嗯，会让你觉得是可以一直喝的，一直喝。我觉得这支酒可以一直喝的，嗯、一开始喝下去咸咸的变甜，然后就整个再回到咸，好喝，嗯、这支好喝。哎、欸，我觉得目前说真的，我觉得这两支其实都是 OK 的，嗯，对啊，真的有不同的路线，但是都是算顺口的，对对，不会让你有踩雷的，真的的部分，真的。欸、好哎、欸，但我比较好奇的是，这一支放久一点会变成会怎么样？会不会就像你说，有时候就开久一点就那个不好？对，有一些酒真的放久了，它的那个就不行。哥，这次我们拍完，你带回去做这个实验，麻烦来跟我们讲，因为我觉得你很会做这个实验。有人帮他忘记了，我不知道。不过你常常都会做这样，我觉得你也很厉害。为什么有的同学可能想说，为什么酒打开要放很久？酒打开就不要。喝嘛，你放很久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样的，是你不想喝吗？还是说你真的是忙到没有时间喝呢？不是，因为我觉得就是真的要考验那个一个人、哦、自律啊、哦，一个人的耐心跟定律有没有， okay, 不能被他所吸引。所有的人都在翻白眼，不能被迷惑了。对，大家都在家里翻白眼了。那我觉得这次的朋友就。没有那么喜欢哈、哦，我不喜欢那种汤啊平条臭扑鼻。哦、oh, ，OK， 好，你干嘛自己有臭扑鼻哈？就是你会常常闻到一些味道，我不知道，它就是会有带那种对红葱头的发酵味，我觉得那个就是你不喜欢那个味道，那个桶子好像就不是很舒服的味道，对，有个比较潮湿的味道，对，我们喝喝看，其实我觉得这两支，我认为这两支是爱尔兰威士忌，我觉得刚才那支比这一支好喝了，那刚才那支也比较各方面来讲，这一支它本身的这个气味，它就是比较偏辣口一点点，苦感一点点。对对，因为这个气味，我个人对我来说没有吸引到我的点。对，可能或许人家就觉得这个很可能是一个流味，还是哪一个方面的味道？只是那个味道，我觉得会比较挑，比较挑人。挑人喜欢这样，我觉得它的尾韵苦苦的，还蛮舒服的。是，不过要是你第二支跟第三支给我喝，我会比较喜欢第二支。顺口度第二支来得好一点。对，真的，我才，而且我才第二支是黑色的这一支。OK。而且我再讲一下这一支啊，它其实是网站上面写说它是高谷物高裸麦的比例，就是对，也是有。当然有谷物了，不过比较高裸麦。当然这不知道高是什么意思。老高吗？也许他多一%，他就说他高了。哦，没有，就是这支它的那个花香甜感是很足够的、哦。对，很迷人的。我觉得这是好闻。对啊，因为我觉得它好闻，有加拿大威士忌的那个味道，有那个细致度的。有。我们来喝喝看，很期待喝它。我觉得它。给我感觉有点荷兰杰十年的那种，真的哦，那种感觉，真的哦，就是它算顺口。OK。对啊，我觉得它的整个的平衡就是顺口，其实说层次没有到很多，但是它就是前段的花香甜感温柔啊，微微的刺激，
一点点的苦感苦韵在这个口腔里面，它也没有过多什么香草气味。嗯，对，我其实蛮期待拿它来跟加拿大俱乐部比较的，不过我觉得好喝耶。对啊，我觉得好喝耶。说真的，以加拿大威士忌来讲，我觉得入门要去认识加拿大威士忌，我觉得这一支有符合，尤其在台湾根本就找不太到加拿大威士忌的一个威士忌市场。哦，我觉得 OK， 他也不会感受到说对很辛辣，或者说是很年轻的、很年轻呛鼻的气味，对，也不会。而且这一支你看，加拿大枫叶，然后还有这个那个这个加拿大麋鹿。整个的这种我觉得很有，还有就很有加拿大的感觉，还有五年，我觉得 OK。对啊，这支不到400块，我觉得 OK。说真的，对啊，哦，好喝。我觉得这支算是真的，以它性价比来说可以。真的哈、哦，我们今天怎么这么有自信？都是盲饮就都已经觉得自己知道在喝哪一支，而且为什么会刚好盲饮的这个顺序跟我们摆的顺序好像是一样的？是啊，哥，你可以看一下照片吗？看看我们有没有这样是不是对的？太酷了！哎、欸，真的耶！太酷了，真的耶，真的耶，真的是、真的是这样子，真的是可以。所以我觉得其实、你觉得这四支你会怎么推荐？你觉得哪几支是你觉得建议同好们其实可以买的，不会踩雷的？不会踩雷哦，我觉得这一支真的也很棒。嗯，对啊，这一支真的很棒。说真的，这一支不到就500块 ，OK 耶。哦，我觉得这支很棒。那对啊，如果说喜欢美国波本，我觉得这一支其实也可以买来试试啊。其实就对啊，就。零钱轻轻的，对当。对啊，对啊，我觉得很。我会建议你现在买两支，然后完之后还可以送这一支。Oh my gosh！ 我真的，我刚才真的，你知道吗？我想说买不到600块，我已经超开心了。我想还有拿这支去，我真的。加个五两。我就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嗯，心里就想说，真的是网红。这种总监常说的话。是这样子吗？是。会觉得说还有粉丝送我小礼物，那大家你也等一下，我带你去，你也享受有粉丝的感觉。我拿龙婆粉丝。那哥，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于价格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你会觉得这几支价格喝起来会觉得像是500元的威士忌吗？也就是说，我们拿它来跟2000元的威士忌比好了。好，你会觉得说它真的就是没办法比吗？以你风味的角度来看。如果以层次来说的话，真的还是会比较少了，老酒还是会有老酒它的韵味在、啊 okay, 了解，对啊，比较多的层次韵味、啊、我觉得不适合这样子比，而是说 okay, 就是相较于我们想要用怎么样的价格不伤荷包又可以喝得开心，对，或者说是你当然本身你就喜欢享受对那个老酒的韵味，那我觉得真的是每个人追求不一样，不然我觉得这样子的酒款，我其实觉得说喝起来顺口，我也是蛮推荐的。对啊，对啊，那老酒有老酒的气味，对。而且你刚才讲到一个点，就是我觉得喝酒有时候也是看场合，对，跟你喝的需求，真的。要是你，比如说你每天饭后，你只是觉得想来喝点酒，看个电视，对，或是甚至你喜欢一边吃饭一边配酒，我说真的，我觉得这个都非常 OK， 常备款，对啊，对啊。比如说我们等一下可能去吃个卤味，我们就带这一支去吃卤味，然后吃面，你可以跟老板一起喝。对啊，我觉得就是，那就可以再拍一集。对。当然今天可能就是说要是我今天可能就是你说的没有错啦，就是其实有一些比较它的风味层次感真的是更多，所以当你在追求风味的时候，不过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在喝威士忌也不是每一个时刻都是那种状况之下来喝嘛，真的對，所以我觉得今天特别有这个感觉，就是我们最近喝了很多威士忌回来，我觉得特别觉得这几支威士忌，我就觉得说、其实说真的像这一支我觉得也说放在家里其实不要因为它的价格就好像觉得它一定很不好，对，我觉得你盲饮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你其实倒出来不见得会被打枪，真的，对啊，真的就是顺的喝，我觉得是还蛮顺口的，就以层次来说稍微会显得弱一点点，但是它风味是顺的，对。好、啊，谢谢，所以谢谢大家。那我们就是来看一下，今天因为上次没有看留言，我们来看一下上个礼拜的这一期留言。因为之前在过年，那哥，你知道我很惊讶一件事情，我真的必须讲，我觉得干邑的这个主题啊，比我想象的还要更受欢迎。大家也都我觉得大家喜欢哦，大家喜欢干邑这个主题，所以这个也让我吓掉。所以我觉得改天有机会来拍 XO， 因为大家觉得啊、VSOP 特别有感觉。那我来念一些里面的留言，太棒了。那就是很多留言呢这一集。其实就是，所以下一集要找白兰氏来代言。OK， 我要念一下 Mark 这个，因为我说错了。Mark 他说最年轻的白兰地等级是 VS， 不是 OP。哥，
就是说我们在拍片之前，你不该喂我那么多酒啊、嗯。这个一定要念，所以谢谢 Mark。就是说我为什么会说是 OP 呢？其实是 Very Special， 是 VS。是好，不是 OP 这样，谢谢 Mark， 就是讲到这个点，谢谢你帮助我来纠正我们的这个错误。然后呢，接下来还有就是，我觉得哦，这个要念一下，相当认同 Alvin 留言的，说相当认同博章在问陈放桶型的时候，总监回答的哦，这个我以为是说认同你，发现是认同我，认同你。农产加工要推向国际，真的需要多一点规范来保证品质。嗯、这个部分白兰地就像跟 Tequila 跟就比兰姆酒好一点点，不过干邑白兰地的风味好像没有这么多变化。不过白兰地哦，这个这篇好长，我觉得好像就是说也是有不同的水果。记得台酒也是有一款巴勒的白兰地，一直很想试试看这样子。然后还有 Grappa。Grappa， 然后呢，接下来讲到说也想要推荐一下亚麻裔，亚麻裔 Armagnac，就是说另外一个产区，在疯狂威士忌的酒的年代，想要找到自己出生年份的酒可以参考，Armagnac 就是另外一个产区的法国白兰地 ，OK， 就干邑是一个产区，那 Armagnac 以前听说是比干邑更好的产区，只不过因为地理上后来干邑因为它旁边有水，所以可以运到英国去，所以就赢了。不过很多喜欢喝，就说白兰地的人，法国白兰地其实都觉得 Armagnac 其实不输干邑。OK，所以也许有机会。看来这一集大家的反应这么有兴趣，我们觉得可能要再来是深入的研究。对啊，对啊，对，我觉得很棒。然后林大同就是的这个留言，他说喝白兰地有滑出灯上的华丽，现在老板便宜。啊，不是，抱歉，现在老酒便宜又好喝。老板是谁？老板便宜。现在老酒便宜又好喝，威士忌要做的功课太多了，不小心会踩雷。我觉得大同说的也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所以我觉得我们一直在讲的那个观点，我是觉得喝酒其实有时候真的就是不要太过于限制自己的这一种路线，就是有时候我们喝一喝很好，不过不要因为我们喝很多很好就看不起这些酒。是，还是有时候我真的觉得我们等一下要是去吃面，真的这个超合适的。是，说真的，这次也很好哈、那不过要是说今天就是说有的时候其实干邑这个风味，其实在有些时候喝也是很棒的。嗯，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喝的时候真的就是 open mind， 然后去尝试更多不同类型的酒。对，然后呢有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去认识这个风味，那你就会想说什么时候要来搭配这个风味。像我现在常常会想今天心情要喝什么。我前一阵子也是有跟医生朋友们分享，就是我买的那个放桶的 Tequila， 嗯，哦呀，好喝啊！是，那改天再跟我们，也许再来拍一集哦，放成桶的这个 Tequila。我觉得，其实说真的，就是有时候我最近很多同学们在讲威士忌很贵，因为在涨价，我觉得这个都是。只不过其实我觉得也从来没有一个时候像现在威士忌有这么多的选择。是，我们有这么多的烈酒，这么多选择可以买在台湾。所以其实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贵 ，OK， 不过我们可以买别的。就享受当下。对啊，对啊，其实很棒。是，那感谢各位收看《好总监瞎谈》，那也感谢你们持续那个支持我们的频道，那也加入我们的会员。那我们未来呢，能够有更多更好的影片与大家分享。那大家新年快乐，我们下次见。新年快乐，拜。